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，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，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。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，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。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，共同参与，共同合作，共同受益。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，崇尚的是共赢，传递的是希望。今年是我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10周年，中方将举办第3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，欢迎各方参加论坛活动，共同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、更远。